我们要是敢惹他，他就会亲自下令把我们全部杀死。邓小平，你就是邓小平？北京怎么回事？北京的命，爸爸是不是出事了？老大，秀恩，是我害了爸爸。北京没有家，也没有人了。你插手的事太多了，再找麻烦，麻烦又要找你了。这你们还没见识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帮我写个证明。他们说我妈妈是叛徒，她连命都快没有了。我们那边穷，吃不饱，所以吃粮还得靠返销呢。雨多了，那叫资本主义尾巴。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人类，人不是人输了，是信仰，是信念。